在里面翻滚，好可爱啊。同学跟我说他来了，我没拍到。哎，你真的有在吃沙、啊？还好，这是新的，不用担心。好可爱、啊。所以他们真的喜欢滚沙呢，吼。对啊。超喜欢的。在里面抢老师巴掌吗？感觉来了，我要找感觉。你想要重复一样？咪咪，这边不能滚。呀，你怎么了？这边是上厕所的地方。哦，受不了了啦，是在帮他洗澡。哦，可是洗的时候还这样子，怎么办？得了爱滚滚症了、天哪，哪里都要滚。你真的是每个时期都有去躺呢。哦，我的妈呀，你看那个沙子在他身上，哦，受不了了，好可爱的。这就是我不乱上床的原因啊，咪咪。过来，哦，要买大颗粒的啊，大颗我比较喜欢。我要买一个超大的一个沙盆好了，那怎样滚都滚不出来，哇，滑梯出来，咪咪啊，太热闹了，太热闹了，好可爱啊！他几乎每天都这样，哇，吓我一跳。